着，我一定会觉得担心退避再活，我所求是这谁制定的规则，创造了这躯壳，谁想争想和谁成为传说，别示弱，用热血的颜色来冲破现实虚拟隔阂，别退缩，这算什么挫折，看我直面来生，不知执着不如死散花，时光变质交错，这天地一向之翻涌，混成几的挥霍能吞噬多少的生活，但你如何取舍，是碎破或是成王者，谁都不能超脱，未走过化身破幻者，平行世界交错，生灵万物都在聚合，谁在低声诉说英雄的无奈与坎坷，别恨正在剥夺少年的锋芒与沉默，相传曾经有一位名叫萧之遥的英雄，洞悉了斗技的奥秘，练成无上剑法，纵横天下，难逢敌手。不停的挑战，英雄只有一个目的，找到最强的对手，打败他。哎呀，小梁，小爸爸，怎么了，佳琪？你的外挂呢？再不来，英雄就要上天了。哎，等一下。为天下第一，英雄永不会停止。但是小雷，这次金丹亏了，难度超量啊！这一丹是你要吃的，谁接的不重要。你小子也不想想，英雄是为了谁呀、啊？什么谁啊？你不就是为了玩纪元吗？切！外挂武器来了！哎，你以为我是为了玩的？萧少爷，麻烦戴好你的眼镜，看清楚海报。诸神论道比赛奖金是多少？呀！当然了，想拿冠军成为英雄还不够，而是要像萧之遥那样成为王者。可纪元的诸神论道大赛高手特别多，左太连这么强，什么难缠的对手没见过，最后还不是各路高手被一一打爆，最后王者萧之遥隐退江湖，不知所踪。这一届诸神论道，你的无敌外挂加上我的风骚操作，我们就能够集齐这颗龙珠，满足一切愿望。500米到账了。是500元。这只是第一步，生意好，吃大餐。厨房又得罪你了？我就想炒个鸡蛋。你炒的是鸡蛋还是核蛋啊？你体力消耗大吗？话说大餐呢？哎，别抱怨了，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努力给你攒学费。你不觉得加了火腿肠的泡面很特别吗？学费还差多少？快凑齐了吧？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去复习啊，很快就要考试了，我得抓紧时间。站住！话说的这么溜，肯定有鬼。没有，你藏什么？哎，你别。
别欺负我没文化啊，你在中国读书还要考雅思？佳杰，要不我还是出国吧。不行，你不都跟你爸妈谈完了吗？只要你自己能攒出学费，想念什么都行。可是咱们都攒了半年了。半年攒了32000啊，还能差多少？2000？20000？20万。20万，抢钱呢？那毕竟是云图学院，全中国最好的私立学院，所以还是算了，我还是按我爸妈安排的去国外读法律。不行，去云图。行，我已经有办法了。我知道你想什么办法，花大价钱去买纪元的进入器，参加诸神论道演讲金。回答正确。我的计划呢，可是纪元和普通游戏是不一样的。纪元是由当年的编程天才陈进开发的，系统十分严密，从来没有人能破解或是开什么外挂。而且据我调查，第一届冠军萧之遥是凭着真正的实力走上冠军宝座的。你妈又给你发恐吓短信了？我已经屏蔽她了呀。是快递。是快递。快递？你个败家子，你要什么我去给你捡不就行了吗？不是，我没买东西啊。没买？白送？还有这种好事啊？哪儿啊？没有啊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哎呀！什么声音？怎么又开电脑啊？昏迷了这么久才醒，多休息一会儿好吗？喂，那到底什么鬼东西啊？小磊，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！不，天上砸金条，太幸运了！谁这么好心呢？可能是我上次比赛中的。你参加什么比赛了？就是那个游戏论坛。不重要了。哇，现在都送到手上了，玩太可惜了。第一款全感官全进入式游戏，不愧是我的偶像陈进开发的。我去干片大的，就算不能拿冠军，哪怕打到前5呢？听说纪元的 NPC 都有真人一样的智能，你的学费应该没有问题，如果还有剩余那就更棒了。高级人工智能一直都是科技领域的瓶颈，他们是怎么在一个游戏里面突破的？利用这笔钱，我就可以离开这个破地方了。只可惜陈静死了，否则哪轮得到姜文林当 CEO 啊。一个游戏就能改变人生，如果我也能做一个，就这么定了。就是，这等一下，你刚刚说定了什么？哟，佳姐，在坠地前30秒完成设置。你看着点。哎，你
么是 VR？ 呀，你看又来了谁？虽然都这样，这就是真的，真的跟真的一样。变态公子，哎，变态公子，变态公子，你连奴家都不认识了？别，奴家在昆仑虚等公子好久了。别，喊我公子就行了。公子不喜欢奴家吗？不是，就是有点辣眼睛。哟，小哥，一看就是直男嘿。不是我，是他自己找上来的。新人吧，这是新手引导 NPC 啊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姑娘，她就是什么样。看看这个造型啊，你有很多这种片子啊？我没有。请各位新手尽快调整。你是按他的喜好生成的？夫君，你看他。这些 NPC 啊，虽然全智能啊，但是全都被安全锁锁定了，不知道自己处在一个游戏里。你跟他说这些是没有用的，这个游戏讲究的就是一个代入感，不要破坏气氛呐。夫君，来了。新手指导带你逛完昆仑虚就消失了。你这个确实辣眼睛，哈哈，真香。我说了，这不是我。变态公子，变态这两个字去了。公子，前面就是八大门派所在的苍梧殿，奴家带公子挑选门派如何？那是什么地方？那是女帝以凤溪两位天神居住的极雨登天宫，正是他们创造了世界，也创造了我们。若是你有朝一日成为了这世界上的盖世英雄，便可以叩开极雨登天宫的大门，面见至高天神。到那一日，我也会以服侍过公子为荣的。忘川河，萧雷这小子外挂开得挺快的嘛。公子，什么挂？希望我不要挂得太快。不行，防御太严密了，无法破解。佳姐，游戏一时半会儿破解不了，你先退出吧。佳杰，江总，机缘服务器出现异常，是故障吗？不是，暑期，我马上回来。想解锁更多精彩剧情，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，关注官方微信和微博，跟随变态辣的脚步，加入我们的奇幻大冒险。番外剧场，高清壁纸，同人小说精彩放送，还能抢先观看更多剧情。
三界八派都在这苍梧殿中招收弟子，你也将拜入名门大派，最终成为一代英豪。我要报名。哎呀，这位小兄弟求师无门吧，我可以帮你把他安排，这可是比其他八大门派不、是这纪元天下最大的功劳。时隔多年，没想到你还是回来了。螳臂当车，潜力你得跟我做对不可。够了，小柠檬，我刚才看到一个人要跟我 PK， 然后地狱掌门就跟他打起来了，打着打着忘川河就塌了。对啊，他就是冠军萧之遥。你认识他？既然你已经加入了门派，我公会要你。华夏大陆因不明原因出现震荡波动，各位侠士暂时无法退出游戏，请各位稍安勿躁，等候系统恢复。